本宫就爱赚钱，财体人消灾。本姑娘没有别的爱好，就是爱赚钱。只要你能演好我的夫人，裤子和钱都是你的。我吝啬发过誓，我这辈子绝不嫁人，更不会喜欢像他这种人。外加500两。我吝啬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吗？铺子真给我，利钱多少？你管饭吗？衣食住行，我包了。包治满意。夫妻之间不就那几种类型吗？间谍、情深、夫君、同床异梦型。你这床怎么换不到呀？换洗冤家型。我就猜到少奶奶，你说她一个人在府上能干点什么奇葩？若然不一定知道少爷喜欢什么。 他一定知道少爷不喜欢什么。谁让你给我弄成绿的？故意的，对不对？徐大少爷，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怎么可能不是故意的呢？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不愿意嫁，我也不愿意娶。我真是。 新夫妻也要明算账，对吧？你是不是应该也把那一半的礼金给我了呀？小财迷！你大半夜给我行大礼干嘛？我没钱给你啊！我跟徐子路啊，结婚是假，赚钱是真，假的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夫人了。 不能让任何人认识我儿子多久了呀？没多久，看出丝毫破绽。夫君，抢走了我的子路哥哥，滚犊子！协议里可没有帮你挡桃花这一项。我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金耳朵，金色你！我很喜欢令姑娘店里的甜品，吃一次就完全忘不了。 150两，1500两，1500两，1000两，1000。这男人之间莫名其妙的好胜心呐！拴人呐，不是这么拴的。那你教教我该怎么办？烈女怕缠狼，缠他。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钱，我还能喜欢什么？他最爱钱，听够了没有？我直接给他银子。 离谱啊！他说了，喜欢满身铜臭味的人。少爷，那这个该您揣呀。爱这个东西啊，不会消失，只会转移。只要有我在，绝对不会有人欺负你。别管了，别管了，别管了，别管了！我一直以为我找不到那个可以陪我共度余生的人。徐子路。 直到你的出现，浩庭，只要你召唤我，无论隔了多少山海，我都会找到你。你愿意做我真正的夫人吗？